混账好，混账干嘛叫得这么大声呢？雷军晚安，大家晚安，晚安。今天碰起来好吵，没错。冰彩鞋晚安，水月晚安。今天有点日系，有吗？我还没整理好头发，等我一下下。大家晚安，阿叶晚安，碰见。你是干什么呢？国民国民，哎，不讲，跟大家说晚安。不讲，还要的，还要是哪晚安？对，小一晚安。不讲今天的碰见的爱心，啊，圆圆睁睁呢。谢谢雷军的一颗心，不讲。还好。嗯，嘿嘿嘿嘿，碰见今天的战绩不错。志祥晚安。Eric 晚安，没有很臭，对，应该没有啊。如果真的太脏，我不敢闻。我想说，就是擦一下，闻一下，一小，晚安。我刚刚看了那个卡古兹给 check， 他成功的破坏监视他的东东。Derek 晚安，你们知道卡古兹给 check 是什么吗？就是日本的有一个节目，通常是二选一，或是有时候是三选一。然后，一开始就是来宾都是挑战者，节目他们准备。一个是很高级或是很专业的人，另外一个是没有那么高级，或是也不算是素人啦，对，但反正就不是专业的人。如果是牛肉的话，题目是牛肉的话，要吃两种，然后要选哦，这是高级的牛肉，哪一个是高级的牛肉？对。然后呢，我刚刚看了那个节目，我刚刚看电视的时候，刚好是测社交舞，然后社交舞就是有三种，一个是专业，也已经比赛也一直都赢的，然后第二个也是第二个不算是超级专业的，反正就是没有比第一个那么强。对，然后第三个是算是素人，一个是偶像，学了两个礼拜的社交舞这样。对，然后我竟然猜错了，我真的想哭。First 晚安，早安，你好，我们结婚吧。一个晚安。那 Lucas 是集邮还是没有放松价值？我目前只有看社交舞，结果我猜错，我真的超级难过。这应该很明显吧？偶像那个很明显，但是另外两个我真的猜，我直接猜错。你们如果有时间可以去看一下，我看了就觉得，我果然没有舞蹈的实力，舞蹈的眼光吧，对，就是真的看不出来，完全看不出来到底哪一个是强的，哪一个是很强的。就是看得出来强跟弱，但是看不出来超级强跟强。社交不太一样，很难看出来。你们真的可以看一下，而且他们跳的不是同一个舞蹈，就是同一首歌，但是舞蹈编舞就是都是他们自己决定这样。Steven 晚安，你们真的看一下，看一下再跟我说有没有猜错。我是猜错了。啊，我的刘海。很难过，除非平常都在接触的人可能看得出来，我也不知道，好难过。还有什么音乐测验？有一个是超级高级的小提琴啊，另外一个是初学者用的小提琴这样，然后他们同一个专业的人都是用演奏，对。然后要猜哪一个是高级的乐器，对对，这个也蛮多人猜错。
庆宇晚安，米酒晚安。还有什么交响乐也有，大学大阪大学的交响乐跟专业级的那种交响乐加声优这样，感觉要专业的才听得出来。我也不太知道，有些人可能就觉得，我单纯学好听的啊，这样，然后就猜对。郑国江喜泽晚安。就是你们先看一下，如果有空，你们可以去看一下。对，原本那个节目是1月1号会播的，但是因为地震的关系，就是一直没有播。今天才播，没有听过高级的人会猜不出来，有可能。奥比王晚安，金鱼晚安，甜甜题最扯的不是炒饭那题吗？居先生，另外方面的扯，居先生是谁啊 ？Gakuto 炒饭是什么？炒饭我好像没。乐器音色喜好比较个人，但是管乐什么就我自己是听得出来，那种东西基本上不是专业的一定猜出，对，而且我也不知道现场听的小提琴的音色跟用电视上听的小提琴可能真的不太一样，很多节目就是因为地震演了，没错。勇哥晚安，佩蒂晚安，凯尼桑晚安，布加晚安，晚安。谢喜剧风院的冰晶耳机高级跟评价应该就好分哦，对，耳机要高级一点，管乐就真的蛮明显，音色厚度差很多。其实厉害的人就很厉害，有一次高中最厉害的高中跟专业级的管乐题目，这个就真的很难，因为其实日本高中的管乐真的超厉害，整齐度的话真的不会输给专业的，所以这题的话要猜的话只能猜一个一个人个人的那种乐器的声音吧，对，但这样就很难。雨南晚安，电视的影响也会影响到，对啦，日本高中很强，日本管乐真的很强，只能听细节了，对，但是王家但是其实很难判断，说实话，我听过日本地方的高中管乐真的很厉害。王家，他那个小的吗？你要想到那个吗？那王家，把你过的是内幕，不让你。有给你们看过吗？这是碰奖，我去日本的时候，我有把它修好。结果我一回来变成这样，我真的气死。然后破奖今天还弄坏了那个监视器，猫咪真的是哈，我监视器坏掉了，我原本是买这种，立变坏了，笑死。对啊，为什么怎么可以这样的破奖？你要我想到一个。不要装可爱哦，孟佳。咪，就要来打屁屁，真的好想好想帮他打屁屁。哎，真的是哈，为什么猫咪都这么调皮？不是啊，为什么别人家的猫咪看起来很乖，碰见就这么不乖？监视器看来要漆在天花板上。小鱼晚安，泽伟晚安。谢谢小玉的告白气球，想看装可爱的碰奖，小现在就装可爱啊！你看，喵喵，橘猫的关系吧，别人的猫总是比较乖。碰奖，你一次讲两种语言，怎么听得懂？结扎看看会不会比较乖？碰奖早就结扎了啊，他完全没变，他感觉个性一直都是野生猫。那碰奖。ポンちゃんちょっと野生味あふれる猫だもんね。ニャオじゃないニャオ。タイズ、メオメオメオ。ジェザー後更皮了。
对，有些猫咪结扎之后个性听说会变。唉，凤姐一直都是很皮啊，结扎后还是一样皮。唉，我真的想到凤姐，我不在的时候的凤姐有没有做什么坏事？小晴照顾凤姐的时候，快笑的凤姐八成在生气，你跑去日本吧。其实我跑去日本之后，她还是这样。你现在想出彭佳ダメでしょ。然后我这边现在有痘痘，我已经从我去日本的时候就一直有，但一直都还没好。没有肯定乖到不行，我就先是跟你用监视器猫还敢叫，真的。但是他弄坏的那个当时他蛮乖的，就是他也看得出来，就是有一种我是不是做了什么坏事的那种。吵死了崩架，好吵，怎么这么吵啊。但前几天他一直在睡觉，然后今天就会这么吵。哎，真是啊 ，M 先生晚安。波姐今天很吵，没错，她真的很吵。波姐，我一点点，我这几天都一直都在吃从日本带回来的零食，但是你还是爱他，跟我一样爱你，没错。你可能看到你开播了，特别来吵你，做坏事赶快演一下。撒娇就没事了，没错。波酱刚吃肉泥呀、啊，阿德莎晚安。波酱过来了，你是不是有点打扰我？喵喵喵喵喵喵喵！你今天怎么这么吵啊？嗯？波酱睡不着就可以大吵，对，大闹。吃完肉你还一直吵，没错。波酱我已经，阿波晚安。人家跳子没给蛋的吗？那叫的呢？我今天帮他剪了三只指甲，对，难得哎，平常剪一只就很难。你本家，那你哪一家店了哟？谢谢阿宝的缘分相遇。好长哦！本家一直。想挣脱，他为什么感觉在皱眉头？慧姐是不是皱眉头啊？哎，你要休息，在这边休息吧。拜拜，来吧，来走开走开。那你剪碰的指甲的时候戴一加面具吗？才没有，我没有那个东西，那种东西。而且那个一加面具是不是粉丝送他的？还是他自己准备的？文佳，真可爱啊！他自己做的，文佳屁股很响亮，没错，很响亮。他的生日会的周边，哦，原来如此。反过来，他生日会的真品。かぐわしき香りですね。好难过、哦，这一个800多。我后来今天我下单了小米的监视器，希望比它好用。对啊，才用了一年就坏了。都可以做面具啊？不要。没有拆开修理一下，有啊，但完全没有用，因为我找不到问题，戴面具根本看不到，呵呵，现在不要被他破坏才对。卢卡今天晚餐吃什么好吃的？东东，今天晚餐吗？自己做的鸡胸肉的唐扬鸡。还有什么高丽菜，生的高丽菜。对，我今天没吃白饭，因为吃了太多糖粉糖类。对，
午餐吃，对，午餐跟零食吃太多糖的东西，吃太多糖了，所以我就决定今天不吃白饭。那可能要用三月电表才能修理，大家都出面具，可以玩变脸。你拿高丽菜的主餐，对对对，没错，没吃白饭晚上就饿了，还好。我们家还有这种很多软糖，我今天狂吃软糖跟饼干，所以我完全不饿，很快会饿哦。啊，到时候饿了就到时候再说。我昨天量体重，发现已经变成48了，哇，快要加入 Team 五十。但不行啊，我不能继续这样，真的不行，怎么办？48刚刚好啊，真的。就是我个人觉得不要破坏，不要破坏公园服就好了。啊，怎么办？之后可能又会有升学针啊什么的、啊。对，现在刚好没有升学针，所以很多很多。没有控制好自己的体重，该减重了，没错。其实我这半年一直说我要减肥了，我要减肥了，结果真的减不了多少。前阵子我一直跑步，结果完全没有用，放纵了。这次体重标准要多少？还没决定。但是我想说，我现在如果变成49的话，他们标准是不是帮我调到46左右？因为我原本的标准是42，然后体脂肪是19，但绝对不可能嘛。对啊，我现在想应该是不，绝对不可能。要19、18的话，至少要肌肉要多一点。可是这样的话，我没办法，一定我的体重绝对没办法42。对，所以原本的他们设的标准都是有点让我不太舒服。很难欸，然后那时候我就是一直在控制，就是不要让自己变胖啊。对，量之前先喝一罐水。好啊，对哈，我今天没喝什么水，我去拿一下。不行啊，搬家，搬你出去。180，哎，对啊，喝水真的很重要。公司没有专业的健康管理人吧？对呀、啊，根本没有，他们就是按照自己的，按照什么体重，然后看，按照体重计吧，对，然后看一下，刘佳现在20%，46公斤，好，那就体重设，体脂肪包设到是19什么的，对，对啊，而且他们的体重机，体脂肪是看年龄的，对，我把我的。年龄设18岁，然后量了，结果体脂肪直接变成17。以前哦，以前，所以我觉得那个真的，公司的体重机真的不行。家机上还有，那标准看来只能吃水煮吧？对啊，进出门好快，碰见没机会。波波卡克斯给杰克出大事，卢卡下坡真的该去补完。哦，真的吗？他刚刚是那个有人，我看完之前，是吃饭吗？我好想看哦，怎么办？是不是 Doctor 想猜错了？哥家晚安。因为我看完社交我之后，我还没看下一个。现在看直播聊剧情，完了要看 Luca 的 reaction 吗？好想看啊，怎么办？其实现在可以看啦，但是其实像是吃的东西啊什么的，我们就猜不到嘛。对他们吃，我们只能看他们吃牛肉的画面。Luca 小花语还是小可爱的悠悠卡？当然是小可爱呀、啊。现在到底发生什么事情呢？我先看一下，你们都怎么看呢、啊？是用 VPN 吗？还是？那你会笑花栗鼠吗？
看谁用那个悠悠卡。如果是国，如果是那种很 man 的男生啊，突然拿出来那个花栗鼠的悠悠卡，我可能真的会笑。要现在是哪里？要怎么看？听不懂现在说什么啊？有一个日本的节目，对，很 man 的男生怎么了？你们的悠悠卡都用什么啊？那种很像吊石的那种，还是就是用一般的卡？学生证啊、哦，我用超级悠悠卡。哎，是不是考古这个结束了？可恶！普通的哦，了解。我是用圆形的钥匙圈，看起来很一般。哦，了解。手机的 NFC 啊、哦，了解。哎，对，刚刚结束而已，所以我不能看啊、哦，好期待呀、哦！到底发生什么事情呢？超级悠游卡可以用手机夹子，超方便哦。对，我一直申请悠游卡的 APP 的什么记名什么的，但我一直都没办法过，不知道为什么。我很想用手机夹子，但是悠游卡公司都不让我过。可以看 BB 人家上传的，可是那种的画质很不好，我都用 TVer 看。没有办法过，对啊，不知道为什么。悠悠，对对对，但比较小的感应会比较差哦，真的哦。我好想赶快用这个，这个很可爱。等一下，我放在哪里？对，我原本一直用这个一卡通 Pocky 的，然后后来，其实因为我一直没有用这个，是因为。好像之前他没办法，那个是申请交通费的时候，他很难，好像对，好像有什么问题，对 ，How can I release？ 对，好像没办法感应，好像是交通资料嘛，交通明细很难用吧？对，忘记了。然后我现在一直用悠悠卡，是因为前阵子我要申请定期票。对，你有没有看我现在的悠悠卡超丑？哎呀 ，Where is my 悠悠卡呢？我的悠悠卡都空。好嘞，悠悠卡呢？我希望悠悠卡都过卡呢。笑死，不见了。好嘞，好嘞，我家悠悠卡是哪？那是哪一个？我没有，没有呢。哎呀，啊，悠悠卡呢？私の悠悠卡どこかな？あ、有了有了有了！被破奖吃掉了吗？卢卡今天裤子很绿，对啊。花栗鼠，我退伍去搭火车，身上没卡，去茶山买的。了解。你之前有只拿出来过一张卡片？没有，我现在用的是这个，超丑。这是什么 ？Tour Taiwan， 有够丑！这是我爸之前用的悠游卡，然后我原本想说，我一直想拿出来，就是还给悠游卡公司。突然觉得花栗鼠比你的可爱多了，真的，
两个大叔，没有，三个大叔，真的很丑。然后呢，有一次吧，就是想说发现，忘记发生什么啊？对，突然发现有要用定期票，对，反正前几个月啊，对，然后旧的卡可以退，对，我原本想说要退掉，但是我一直放在钱包里面，没有退，对。然后有一次啊，好像是一卡通不能用吗？还是买定期票的时候，反正就是。然后好，既然这个不能用，所以我要，但是我一定要临时找能用的卡，然后就刚好用这个。一卡通不能买定期票，没错，好像是因为这样，还是有一次一卡通好像出了什么问题，对，然后我一直用，然后你们应该也知道，就是搭捷运11次以上会有回馈，对不对？因为我已经用了一次回馈了，所以每一个月我一直想要换新的，但是想说拿不到回馈，那应该不能该怎么讲，还是一定要刷，然后这样一直都忘记拿去换的时候，我现在大概用不到这种回馈了，一次而已，没差是没错，但我现在里面有600多块。一号会回馈，刚拿完的时候就不用了，但没差，可以退啊！哦，真的吗？我现在可以去捷运站的柜台说，这个卡我想要退，可以把里面的钱全部都移到这边吗？这样吗？600都可以退款啊，就退掉啊！哦，真的吗？可以，原来可以这样哦！可以哦，好，那我应该要换一下。对啊，现在应该拿不到什么回馈了。对，我也 不太会出门，新的不行，但旧的可以。新的不行，旧的可以。你要说移到我的魔法棒里，那可以跟他说，可以帮我的法补充魔量。我要补充魔量，哈！对啊，好想赶快用它啊。其实都可以啊，这个也蛮可爱的，只是这个很容易掉，所以有点害怕。超级悠悠卡就不能退押金哦，了解。对，我目前从来没有看过它发光。你买第三代，这是拿来退我的吧？哈，收集。用这个 B 会觉得不好意思吗？不会吧？这种的好带吗？对啊，因为我现在把这个绳子用在手机上，所以对啊，卡片就很容易消失。我刚刚也一直在找。如果对方说不行，就把柜台小姐封印起来。哎，不是你敲萤幕，我们也不会变成卡片吧？不会啊，台湾人又有卡一堆奇怪的形状，我不用都拿去便利商店化掉，很快就没有了。如果可以自己拍短片去搭捷运 B 卡，然后喊他的台词，我忘记中文的台词是什么，要封印的时候，哈，我一直敲会不会坏掉？哎，好想赶快用它 ，iCash 2.0。哎，我刚刚这样看到数字吗？我刚应该没有公开数字吧？没有，我忘记一卡通啊，什么都会有数字，好可怕！应该没那么明显哈。好，再做个 cos 服就完美了。但我本来就有那个小樱的 cos， 看不到就好。好，先放着吧。那我之前合照的没错，我看到，真的吗？衣服要跟知识姐，
谢米先生的啾啾你。是只有悠游卡可以退吗？一卡通可以在柜台那边退吗？好想被入卡封印，笑死！先吃一下软糖。我发现忍者软糖很硬，所以呢，每次我这几天其实一直在想生日 P 的图案，对。我在想的时候，我一直咬它，因为我发现硬的软糖啊，谢谢强哥的啾啾你。硬的软糖就是因为太硬，所以咬它需要一点时间嘛，所以就是可以嘴巴里面一直都有个东西这样。一卡通也可以，不过我是在高捷退的哦，了解。要去一卡通的柜台，不过台北基本上都是悠悠卡。好。这件衣服好适合吃种田，种田？你说我的裤子吗？服务中心，一卡通不是，悠悠卡不是，如果不是镜片都可以退。好，小熊软团算硬还软？小熊软团算硬吧，对，这但是这个比较硬。嗯，日本现在有一堆很硬的软团。嗯，好硬。对，这是卡妹介绍我的。嗯，可以送我红包，谢谢阿瑞的红包。哦，有钻石，植物成分都超软。谢谢红包。嗯，不要再变胖了。我最喜欢买超商壁虎造型的软糖哦，有，我也有吃，很酸的那种，那个就蛮软的，我记得。谢谢雪阿北的行李箱，谢谢送我的红旗蜜，它的粉很酸，没错。要从饮食着手吗？可以控制体重，我也在想怎么办，但那一点啊就不像。谢谢洛克的戳戳你，我好久没收到戳戳你的样子。谢谢光太的棉花糖，戳戳你的特效是不是变了？啾啾你也变了。有酸粉的很好吃，真的，这是真的。戳戳你的手变太难看哦，真的吗？是因为变丑的关系吗？前阵子都变了，变好久，还是比较喜欢以前的特效。有些特效以前的比较好看，是真的。我告白气球已经忘记以前的特效长怎么样。最刚开始的猫比较可爱啊，对啊，那个猫咪很可爱，不知道怎么为什么变成这样。大家加油，祝福大家有好运。耶、yeah ！谢谢阿瑞。哎，刚刚谢谢送我啾啾你跟戳戳你的大家，我这个角度看起来好胖哦。我的脸，我以前蛮喜欢我的下巴，就是很尖的那种。我现在我的下巴快没有了。现在的啾啾你只有捧脸颊。那个角度本来就会这样哦，真的吗？是吗？是这样吗？嗯，下巴你好，怎么办？哎，减肥就到时候再想了。我应该要先想一下生日 T 的部分，因为生日 T 在十天，差不多十天啦，十天就要缴了。怎么办？我还没开始画，但是这几天还有公演啊，公演的练习啊，我还要学别的舞蹈，对，所以想说怎么办？生日期这么早，这次不知道为什么超早，我们跟三月的一起讲，对，但是开始卖的好像没有比三月的那么快，对，反正就是我们很可怜，我们期限很快。啊，怎么办？
这么快就生日了吗？哎，没啊，我生日才4月多，真的有点赶，超赶的。还有舞蹈要学哦，对啊，哇，好期待！你有想法了吗？我现在有想法，但是有一点没有我的成分。对，我昨天真的想一下，想说，我有跟别的朋友问一下，就是新的舞蹈吗？算是吧，但不是新的公演，也不是新的单曲哦，不对，因为我不想让大家太期待，对，所以我要先讲，虽然 T 托常在生日会都穿不到，谢谢送我爱的熊抱，我们的可能真的穿不到，有一点没有我的成分，就是我不知道，现在是。我历届生日 T 最有我的成分吗？还是原最有我的最有光田刘家的那种成分是第二个，就是唱片那个嘛，对，元素啦，对不起，不是成分，笑死。再来是陆凤 T， 然后最后是碰奖 T， 对。然后我问我的朋友说不知道要做哪什么样类型的，然后我朋友说你家你的缘分就好啊什么的元素啊，对，可是想说T 恤有一个大女生的图案你们会想穿吗？对啦，碰奖也有我的元素啊，对啦，但是碰奖是碰奖啊。然后那个朋友说，可是他们不是碰奖的粉丝，是我的粉丝，是没错啦。你看七七肉肉的，怎么了？穿都穿。林一这次的就有女生的图，林一的是不是？这几年林一的都有啊。这次去年跟今年前年也有。对，元素加成分加缘分。可能有的人是碰奖的粉丝啊，是没错啦。他们有一年是印自己的照片，七七肉肉印象中好像是互相对方照片吧。哦，对。可是你们想要那样的吗？我想到你一样用碰奖，只是卢卡的脸。我的脸的碰奖吗？感觉还蛮恶心的。今年的人像又更大了，闪光版。至少你是画的，我还可以说是卡通角色，那样先不要，好可怕，不要真人照片都还 OK， 好，没问题，没关系，我应该不会用真人照片，但是，思雅第一次的那个生日 T， 你们还记得吗？好像是他看侧边，然后有点暗暗的，你们这样的也不太想要吗？也不要真貌照片，真貌照片我原本想那种，我不是常穿吐司碰奖那种 T 恤吗？我之前想说要不要画一下甜甜圈跟碰奖的，现在也觉得照片好像也不错，没印象啊，侧脸，对对对对对，之前很多人都是照片啊，对啊，而且很多人好像都是侧脸啊什么的。还是就不要太明显，脸不要太明显就好了。我再想一下。对啊，之前好像真的蛮多人用照片，我印象蛮深刻的是柏林的，柏林用自己的照片，然后脸这边打马赛克，眼睛这边打马赛克，照片就真的只能活动穿了。嗯，黑女神晚安。但如果是外国人的姐姐的那种照片 T 的话，其实是可以穿的。对啊，不知道为什么，可以设计你在我年单偶像的集大成作品，好难哦，怎么办？可是剩10天而已，应该来不及。我这次也只能用画板。你上次碰奖 T， 这次该用碰黑 T。那个有点迟，外国人比较好吗？比较好吧。外国人解释有
一种意象，对对对，没错，西方人姐姐啊，对对对对，西方人姐姐 ，Ruka 也算是外国人。我觉得是粉丝的话没差，你要考量不是甜甜圈也想买的话比较有差。对，你也是外国人，我还是有差。有人脸的踢出去应该还好。ご挨拶だけですごめんね。啊，大丈夫ですよ。ゆっくり休んでください。在日本都穿圣诞 T， 生日 T 卡啊，很难哦。那来个没看过的打排球的卢卡，哦，打排球的我，啊，也不是什么超级好看的啦。对，再见，拜拜。碰奖现在在舔他的肚子，还是骂碰奖的卢卡？我看鱼罐才能穿陆凤梯。啊，对啊，很好啊。那碰见的我，鱼怪都穿去地下室，啊，他去地下室穿我的衣服哦。甜甜圈的甜甜圈的卢卡，那碰见的话我买十件哦，真的吗？真的吗？可惜卢卡昨天没来一起玩桌游。啊，你说桌游是什么桌游 ？Yuki 林之前是很多黑白的牌里的，哦，你说生日 T 吗？遗珍活动，好好笑，可能大家都觉得碰奖很差。扣杀的 Q 版卢卡，虽然后不是杀球，是杀甜甜圈，不可能为了有人买十件骂碰奖。樱桃妈晚安。对啊，碰奖好草踢，好像可以，也不是不行啊。对，昨天有人在玩开车车的桌游，什么东西呀、啊？啊，对啊，哎，对，我突然想到，怡珍昨天好像办活动的样子，这样可以让碰奖黑都出来买，还是卢卡结合排球，你把碰奖单球啊，不行，太可怜了。迷音的元素，迷音也要想啊，是要哪个迷音？买时间可以跟碰奖握手吗？碰奖握手できないよね。他现在完全没在听我讲话。碰奖。碰上算了，很想一直在练舔自己的肚子。昨天的礼宝合照好多熟面孔，都是怡珍的粉丝吗？女生骂猫咪的迷音吗？有这种迷音吗？猫咪的迷音也蛮多，换成碰奖买十件可能只有剑蛋超人的坏人，你可以把你的脸画成黑线的迷，买时间可能只有前那超人的坏人，女人骂猫一家用过了，女人骂猫那是什么？都不知道。昨天卢卡一定没有看过开车车的怡珍，哦，他昨天开车哦，好像没有哎，对啊。一家有用过叉叉叉叉，听说开得很可凶了啊！他已经毕业了，我想啊，他开车没有问题，没什么问题吧？还是你们觉得很尴尬吗？想说怡珍怎么突然变成这样？笑死！不然你拍一张。爆碰奖，然后他用猫拳阻止你的照片，可是他自己说他很纯洁，笑死！你真会开车，我感觉不出来。他现在二十几啊，24还是25？不可能不会开车，不会啊，他的车速还是没有你那么快哦，真的吗？那我到底多夸张啊？你这些要怎么都可以，对啊。没错，他现在讲什么做什么完全没有问题，开车我都听不懂，所以他讲了什么？你们玩了什么桌游啊？我想知道台湾有什么桌游。你这方面是遥遥领先，不用担心。我该开心还是？他都可以外出直播了。一个叫黄牌的东东，黄牌。
是桌那个桌游全部都要全部都是要讲这种脏脏的话，还是刚好他讲这些？哎呀，当然是开心啊，值得骄傲。桌游卡牌里面要组合词语哦，我一开始还以为是拿到两张黄牌会出局的游戏，里面有一些开车车的卡牌，了解。他竟然跟你们玩这个桌游，黄牌在开车车很正常吧？了解，他现在真的什么都不怕。焦特晚安，我还以为他选了什么。什么狼人杀什么桌游，到底是谁拿的？哦，所以不是他自己准备，是粉丝准备吗？确定这样玩是可以的吗？反正这个游戏故意设计的有点哑败。好，粉丝跑去拿的，是哪个粉丝啊？笑死。当然是粉丝走去拿，怎么可能让怡真站起来去拿？没有，我很想知道，昨天是单纯吃让怡真吃饭，还是有什么目的的？有什么主题吗？怡真欢迎回来台湾，或是恭喜毕业之类的，还是什么恭喜找到新工作什么的，还是就是真的单纯吃饭？有两部分，先吃饭再去玩桌游哦。了解，结果都没有主题吗？啊，单纯互动而已。了解了解，吃饭玩去玩桌游，有一阵有收钱吗？还是你们只有付你们自己吃的饭，还要搬一阵出帮怡真吃的东西，帮他付什么的吗？恭喜找到新工作，感觉很值得庆祝啊！笑死啊！对啊，但我其实还不知道他到底有没有找到新工作，还是你想知道那是什么桌游？去 YT 查一下就知道。好啊，有聊一些女团明星，不方便在这边说哦。哦，你们到底听到了什么呢？你们是不是听到我们偶像现在不敢讲的事情？是不是？我该开心吗？还是他还没找到？笑死！干枯潭不是都我们在跟他讲粉丝？我们在跟他讲粉丝八卦吗？哦，是这样。卢卡笑得真开心。没有啊，就是我们很多事情不能讲啊，可是他们应该对啊，算了，他有在规划了，等他好消息。好，等卢卡毕业再跟我戳破偶像泡泡。没有了，我还是偶像啊。什么八卦怕，应该不是你的吧？我不知道，他讲到就会很生气，然后就换话题了。谢谢送我族人，哎，不是，讲错了。谢谢族人送我神龙，谢谢。所以怡真都怎么算钱？卢卡的秘密是不是碰奖其实里面是装电池的？这样不就是碰奖可以活到很久很久吗？神奇气笑死！谢谢送你的啾啾你哦。下次活动再问怡真有没有卢卡的料。就餐费再加餐价费哦，了解。好，你们开心就好。对啊，我目前想要办这种活动也没办法。对啊，真的毕业之后大家很 free， 我很羡慕哎。对啊，我现在就好好享受还能站舞台的刘佳。对。以后就可以了，没问题的。对，但是我没有行动力，所以真的办活动可能就要靠你们了。卢卡以后一起来吃烧肉哦。对啊，中秋节想吃烧肉。我太晚知道了，感觉我跟怡真已经好久没接触哦。真的哦，
我还以为有，如果要先去付丽卡封口费，以后你就可以办，没错，没事，至少现在还有公司。一真也都是我帮他很多东东，哦，真的哦，好好笑，是你们还是你跟其他李宝宝 ？M 先生，谢谢带我去流浪，谢谢。什么餐厅地位啊？对啊，一开始要想餐厅地位，然后要想到底要做什么，也要想到底要聊什么，也要想，反正要想吃什么东西，还要知道一下，稍微知道一下谁会来啊什么的。他自己一个人弄哦，餐厅也是我推荐他的，笑死。餐厅他自己找的，但有跟我们讨论一下哦，了解。在台北吗？还是新竹？想说，丽卡会特别来台北吗？哦，真的是在北哦，北车哦。要想怎么透出一些情报，所以他这次就没有做什么周边，就是单纯跟你们一起吃饭，然后跟你们玩桌游，然后听他讲黄色的笑开车车。结果他压线到我等了40分钟，一阵压线到吗？好像不意外。他对时间就是他不是急性子啊，对啊，他对时间就很 loose 的那种。有啊，年历跟拍历的哦，了解。可是那个是没有参加吃饭，还是也可以参加，对不对？他要做周边的桌历小卡片，姜黄色。你这个你要早点说，他还跟我们说要找到，然后他自己快真假我很积极耶，他这个盗版的狮子座。对哦，我忘记丽卡是狮子座，桌历要另外买，没预购的现场一人塞一本，强迫消费。好好笑，你要买吗？你没买，你要买。我已经解锁被他打的成就了。你怎么被他打？哎呀，看来有很多福利哦。啊，强迫消费的受害者。但我相信强哥应该有预购，然后去现场还被强迫买东西，买消费那个买年历是吗？太靠近了，强哥没预购，我很强哥竟然没预购，这个不行，他们的手段感觉比福利熊还福利。强哥在现场，我还真的没有，还好没有去怕。参加活动能被打，哪来这么好的活动？哎，感觉不错啦，未来我也考虑一下。除非我那时候在日本，希望我还在台湾，对。店家老板还说怎么是女生付钱，因为我们提前缴钱。那为什么现场只有一个女生，然后女生全部都付钱？要努力乱讲话才能被打，这么靠近反而会怕，也是可以搬在桃园机场啦。桃园机场办哦，我从日本回来。桃园机场在日本也可以办啊，在日本就看看吧。因为这个女生很有钱。哎，不错了，不错了。如果大家开心就好，没有人难过就好。日本办好像不错，不然就是你飞回来把机票钱加在参加费哦。对，如果机票钱大家粉丝帮我付的话，我当然愿意回来。对啊，如果假如10个粉丝愿意参加，然后我买联航，这样一个人700，是不是有点贵？你搬在日本可以提前半年说吗？看看能不能出公差的时候顺便参加。但其实说实话，如果我在日本的话，我应该蛮想回来台湾。不会啊，还好，
办一个集资庆祝陆可来回见面成飞，恭喜回来台湾，每个人出十趴感觉可以。对，但是如果有二十个人的话，会变成一个人350；如果三十个人能愿意参加的话，一个人变成100多。人越多，一个人负担的钱越来越少。突然变成付补习班老师车马费的感觉。要请陆凯至少要350，没关系，我可以搭联航。这次我搭的是乐桃，乐桃这边完全没有枕头，有点像公司的车，那个叫什么公车的椅子，对，很难睡觉，这样完全没办法睡觉，所以我刚好都是选通路那边，所以我都这样睡。可是这样脖子很痛，这个价钱应该还好，福利给多一点。对了，没错。但是如果我会做周边的话，可能还会另外收钱什么的。我刚刚讲只是机票钱出了，但饭店钱不够，之后我家很大。哦，对，我完全没有想饭店的事情。对耶，还是我当天来，然后当天就回去，这样就我不用住了。几次参加费要到来回机票，就可以召唤山里女神出现，没错。连汉的一次都超难做，对啊，你要不要买一个？这种枕头吗？有啊，我们家有，我有两个，只是很占空间。反正日本线很短，连航我就当搭客运一样。对啦，才4个小时。你的睡觉 pose 怎么感觉像拍杂志？你说这样吗？找个成员家借住一下就好了。啊，我住一下迪卡家好了。结果你办一个活动还亏钱。我最近买 Peach 11000，之后发现国泰13000，突然觉得好像可以加一点。国泰不是联航，国泰是联航吗？好像不是吼。对，我 Peach 买了10000多，对。然后后来两个礼拜之后，我发现别的航空包含行李箱有7000多的价格，7000多的机票，我看了就真的好难过。啊，国泰不是，国泰是香港的一般航空，了解。对啊，一般航空真的比较好。联航飞日本来回超过10000都算贵。对啊，哭。之后旅游业，但其实还好啦，反正就是飞机上只搭四个小时而已。比较麻烦就是行李箱的重量，还有手提那个重量会紧张一点。廉价航空感觉回不去了，然后对，如果被取消或是如果想搭别的班或是退钱什么就比较麻烦。对，谢谢香姐的红玫瑰啊，应该是红包的吧，谢谢大家的红玫瑰。看你周边就做重量轻的那种明信片之类的。如果卢卡办餐会想吃什么呢？但我不太想要那么高级的，对，因为重要的都是不是要吃什么，是要跟谁吃饭，对吧？所以，麦丹丹其实也可以，但是烧肉可能比较好。感觉烦恼这个要先烦恼顺瑞迪，没错，对，我刚刚在讨论什么？我应该先烦恼顺瑞迪才对，应该想 Friday 哦 ，Friday 也不错，对，但是最好是可以讲话的餐厅，就是有些餐厅就是不太好聊天，对，就是可能大家很安静，或是不好意思走来走去。三十七就画烧肉吧，想吃烧肉。麦当娜是一家在办了。
对啊，我觉得一阶半不错，烧肉不错，可以吃在卢卡烤的肉，很幸福。对，我烤香肠可能会烤焦，但希望你们敢吃。生日 T 恤划破茧是烧肉，你的生日 T 恤是标榜每个月集资餐费召唤赛丽女神，顺便宣传，想用公费吃烧肉，没错。可我还没，我的愿望还没呈现。想跟皮卡布的大家用公费吃烧肉，衣服休闲人生好累，烧肉好吃。就算整根都黑了，我还是吃，很棒。要可以讲，可以讲话，要便宜的话，我建议安森林影学哦，好像可以哦，露营什么的。可是会不会有点危险？粉丝住帐篷，我住小木屋，会不会很坏？卢卡烤的就算是整只烤焦都吃光。希望你们可以全部都存进去，对，整只烤焦感觉就是感觉很硬。安森没有小木屋，黑会被警察赶走。什么是黑会？卢卡烤就算生的我也吃啊，这个还没烤，这个还没，还有一点生。没关系，你还是可以吃。整只烤焦太过分。可是说真的，香肠超难烤，就是看不出来到底有没有烤熟了，一定危险。我怕满月会变身。安森就当森林公园啊，还是在阳明山？对啊，好像不错。这片我没烤，只有蘸酱。然后我很想跳那个。我很想跳那个 Mime Mime， 你们知道 Mime Mime 吗？日本的，Campfire， 就是我们露营的时候会有那种大火。我突然忘记中文叫什么，就是有木头，然后点火，然后就哇，然后我们围着那个。我也知道那个火就是跳舞啊，萤火啦，对了对了，萤火，我想跳萤火舞。他只要一上，他们 my my 我是对的，知道吗 ？my 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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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别想送点子，嘿嘿嘿嘿，啾啾啾的，我超想跳。这个烤肉就有一个笑话，老师很会烤肉，因为烤的都不会叫。你要点火的棍子吗？啊，转点火 ，Ray 哥长这样。My my my， 我是说，日本でしか私は踊ったことない。台湾だとね、台湾の萤火舞。等一下，台湾的萤火舞有什么啊？谢谢强哥，先去玩，晚安，拜拜。下次见，我明天还会开播。露营的活动就要收费比较高一点哦，真的哦。我每年都看到大学迎新，暑假都有学生在练这个。真的吗？竟然跳 My my 吗？萤火舞有很多版本，台湾的萤火舞就是原住民的哦，这样吗？我不会唱，抱歉。就是大家都要这样，然后就是嗨哟咿呀嗨哟咿哟咿哟哼嗨哟。其实之前办营队的时候，我就是负责编舞，编萤火舞的。不是哦，好吧。有露营活动吗？没有人在想象。我大学的时候的萤火舞是什么？我嘿我那首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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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噔，看看你的右边，看看你的左边，好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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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我的时候，大家一起牵手，然后就是踢。对，我大学的时候是玩这个。哦，这个我知道。哦，真的吗？其他萤火我没听过，歌不对吧？刚是捕鱼啊？对啊，刚是捕鱼歌。海白蓝滔滔，我不怕。
在萤火舞跳海边的歌好像不太对，好丑好丑的，很经典哦，真的。只有好丑吗？我们是好丑，对。什么萤火萤火燃烧燃烧什么的，要像原住民和我们甜甜圈，就是要穿丁字裤。没有，不用，我不想看。一人懐かしいって人いるだろ。对，叫这个，我对这个有影响。好大的萤火，对，我们是好丑啦，对。噔噔，什么？噔噔噔噔噔噔，对。怎么？右二三拍，左二三拍，萤火萤火燃烧燃烧，对。那是哦，对啊，那个原住民才丁字裤，而且他们不是后面的人不是拿前面的人的丁字裤吗？我记得是这样，然后排一排，要穿丁字裤吗？现在报名 World Dream 还来得及吗？你们 Echo 想穿是不是？你怎么记得？不能穿丁字裤，只能用树叶吗？树叶是那个、啊、日本的。日本有一个搞笑艺人的团体，他们虽然穿肤色的全身紧身衣，对，但是就是树叶就是放在就是自己的就下面，对，然后就是跳舞。雨上がり何だっけ、雨上がり消したいだっけ、違うか、ちょ忘れちゃったな。Echo 期待很久了，白痴，一个跌倒，大家裤子全掉。我是没看过呀，对，我是去九族文化村的时候，就是看到他们的舞蹈，然后我们女生都吓到，想说我们现在到底在看什么？但是这是他们的文化，所以也不能笑，也不能，对啊，也不能，就是不能笑，对。但是就是隔壁的男生一直在大笑，想说。大学已经好像也在跳第一支舞 ，Echo 期待很久。怎么我们不只要穿丁字裤，还要边穿边跳舞交换吗？真的不用，背后不会走光吗？我们是没看到什么奇怪的地方，对，不要笑，那会看到那一下。甩头发也很酷，甩头发，这我就不知道。屁股很对，屁股看起来很凉。然后我们就那时候我们是国小六年级，对，然后男生大家都在笑，然后女生都是觉得就很尴尬，想说不知道我们到底要看哪里这样。对，就是那时候就知道哦，原来台湾的原住民有这么多都有这么多种，对，还是他们里面有穿肤色丝，搞不好有，但我有点忘记。对，一下，但其实还好，我们日本也有ふんどし的文化。ふんどし就是一片一片这种布条，然后对，就是看起来像丁字裤，但不是。对，对，我现在又想生日梯，怎么办？如果真的想不到，我又会怕，哇的，我可能还会画碰奖，对，对呀，刚不是说要烤肉吗？你们真的想穿烧肉吗？想吃烧肉，好像也不是不行的，说实话，对呀，不是碰奖穿丁字裤烧肉吗？为什么多了丁字裤？不是把今天话题换上去吗？因为碰奖太可爱了，我自己也很喜欢。可以啊，吃烧肉的时候可以穿。波真晚安，用日文写碰奖穿丁字裤烤肉。Oh my god！ 我运动完了，现在在吃晚餐。可是你们如果在外面穿生日T，
一定会别人问为什么这只猫穿定制裤。谢谢博成的告白气球。为什么这只猫穿丁字裤吃烧肉啊？怎么这么奇怪？不会吗？我想说你们会不会更难穿？我会说因为可爱啊，不然穿丁字裤跳萤火吃烧肉，好难画哦，怎么办？不会吧，害羞的人就不敢问。你来我家，我烤给你吃。原住民猫猫很正常。我又不是原住民的。我好像的猫啊，真的假的？穿丁字裤，勇敢的战士。我有穿过一家的什么擦擦擦擦生日 T 恤上班过。我老板问这是白烂猫吗？又不是问晚上的那种丁字裤。我家有一台可以煮火锅也可以烤肉的锅子，真的。晚上的丁字裤打没？我知道，我知道不，我原住民的那种丁字裤跟晚上的不太一样。对啊，原住民的比较长吧，是吧？我记得很长，然后绳子长到就是后面的人跳舞的时候就抓那个，然后就是跳那个军舞，不是军舞，群舞。对，我记得是这样。什么是晚上的丁字裤？我不懂，其实我也是不太懂啊。对啊，原住民是白色的，对对，我记得是白色。你直播结束再整理一下思路，应该就可以决定生日题主题。如果我真的想不到，我就画碰奖烧肉。嗯，真的想不到的话，晚上的丁字裤我也不知道啊，到底是什么？我也是不懂。今天直播的梗全部加进去，会变成很乱七八糟的，对。幻想丁字裤烧肉，搞不好原住民白色的布里面还有在穿一件晚上的丁字裤，什么意思？然后打排球，直播的梗放上去会变成清明上河图。打排球的碰甲一边吃烧肉一边穿丁字裤，然后后面有萤火，然后大家一起跳萤火舞。好乱好乱的图哦。还要玩黄牌，那是莉卡的，跟我没有关系。穿丁字裤的碰甲搭脸上来的，突然多了一个联航那个桌椅子，干脆把莉卡加上去，强哥就你了。碰奖好累，太多事情要做嘞。卢卡十一点来玩环牌，我是真的没玩过啦。生日贴贴文下会一堆问号，还要画一个很嗨的莉卡。我刚刚我自己的生日贴画莉卡。环牌真的很疼，叫莉卡教你。背景要在船边，环牌上面的词卢卡应该很多看不懂，应该是看不懂。对，以你的车速，你环牌一定玩得很好。可以用玩日文的吗？中文的我真的不懂。这样你明信片怎么签得下去？对呀、啊，怎么办？画个离职代表。莉卡玩环牌的时候很嗨，照样。啊，泊车也有去哈，我有看到。我有看照片啊，就是对很多很多熟面孔。以哲还问我牌上的名字是什么意思，我完全不知道怎么回答。但是你们上面的卡片的意思你们都知道吗？还是有不太懂的单字？到时候明信片可以帮我画一个丁字酷碰奖吗？拜托，明信片可以。这件生日T到底要怎么介绍？不行，还是不能太很烫。我再想一下，对，如果我有更好的想法，那就好了。只是我真的想不到，我就真的只能画丁字裤碰奖。举个例子好了，环牌会有题目卡，假如就算讨厌叉叉，也请不要讨厌叉叉；就算讨厌我，也请不要讨厌 AKB 的那种吗？然后这个的，
然后可能其中一个单字一定要用嗯他的字是吗？我们都知道，笑死，有些不知道，大部分人都知道。然后黄牌都是十八家的答案，填空的地方要从抽的牌组合。哦，了解。然后要讲出来是吗？也没有全部都十八家，还是填空的那种，就是像是写一定要讲，一定要讲食物的名字这种的吗？正常中掺杂嗯汤的牌。好吧，我是真的没玩过了。一定要讲卡牌上的名字哦，真的哦。出题人会看谁出的最好就加分，然后选出最不正常的哦，了解。好难哦，我很不会玩桌游，尤其是中文的那种。哎呀，对啊，台湾的桌游感觉有很多好玩的。拉米，卢卡会玩吗？拉米是什么？我查一下。我觉得如果是这个卢卡，应该没什么问题。哦，真的吗？好哦，好哦，可是不行，我讲的太夸张，太夸张，粉丝可能会觉得好可怕。女生开车不能比男生夸张。以色列麻将，我记得 YouTuber 拍过，毕竟只要车速飘起来就对了。拉面很逗难，我觉得好难。我当天教会丽卡，他们会拉面。哦，我觉得好玩。我刚打拉米，结果出现了提拉米苏。哦，我刚打不小心打拉米。哦，有啦 ，Lemmy Cube 有。而且我还有下载那个，我还下载 APP， 对，我那个蛮强的。只是这个运气的因素也很对。很重要，就是一开始一直没有超过30的话，一直没办法出。对，我觉得 APP 用 APP 玩比较好，因为有些人就是想的太久，然后如果不小心放错了，还一定要就是放回来原本的那个位置嘛。对，一开始的牌很重要，没办法破冰就很难。对，对呀，只是 APP 版的通常都是30秒内一定要处理好。如果没处理好的话，就是全部都变成原本的样子。对，有一个人限时一分钟，犯错还排不回来。对啊 ，APP 就完全没有这个问题。但是我曾经在喝酒的状态下玩了一个小时，都还没玩，笑死！哎呦，一分钟超过要惩罚哪牌？对对对。对，拉密我可以玩。对，好笑啊！说到桌游，我在三林县的时候，最后一天晚上，我们家人一起玩那个扑克牌啦，对啊。但是我们知道的游戏很少，所以就只能玩鬼抽鬼牌啊，或是什么还有什么七七七的那个。就只能玩一些很简单的。UNO 路卡应该会， UNO 一定会啊。经典游戏心脏病，不可能跟爷爷奶奶一起玩心脏病吧。对对，排七啊什么的。还有什么接龙啊？接龙是那个吗？同样的卡牌，然后就可以拿到那种。然后我那时候玩的时候，我一直在看电视，所以我没有认真玩。
但是爷爷奶奶没看电视认真玩，最后他们拿到的卡就是跟我一模一样。真的会心脏病，心脏病真的不行。谢谢我的红玫瑰，有完全吗？没有。对啊，没有完全，所以不够刺激的。对，卢卡有拿到压岁钱吗？有，很开心，但是都是外公外婆他们送的，我妈没有送我，可恶。很多吗？还不错啦，就两个人送这样。对，我们家亲戚不多。但有拿到就很开心。明天礼拜，卡妈好小气，卡妈从来没有送过压岁钱，我爸也没有，都是外公外婆爷爷奶奶送我。真的很欠揍。谢谢青雨的红玫瑰。日本的话会包给长辈吗？不会，是长辈给小朋友啊。对啊，就是大人给小朋友才对。其实我的年龄已经不太是小朋友，但他们还会送我，很开心。把你看，在他们心里，我永远都是小朋友，对，应该是，对啦，差很多，年纪的年龄差很多。好胖哦。那我也是小朋友，对，我们都是小朋友。还没结婚也都是小朋友，哦，对，我们还没结婚。谢谢哭江的加油呀。哎，昨天你们朋友有没有人结婚？昨天还是前天？是不是这几天真的太多人结婚了？我有点吓到，想说是不是这几天日子都是不错的。其实我爸也会给我，只不过他就是把我给他包进一个红包袋。结婚了也是朋友，这几天好日子，才不是胖，是胶原蛋白太丰富。首先要有朋友。今年换龙年了吗？哦，所以大家就是想要龙年结婚吗？我们是看那个每一天都有什么不自灭之什么否灭什么的，还有什么，反正就是每一天都有好的日子跟不好的日子。对，然后他们故意选好的日子结婚。洛卡知道有个女甜甜圈结婚了吗？谁？我不知道。谁？狼宝宝是甜甜圈吗？我知道女粉 TP 女粉会结婚。女甜甜圈是谁？大家赶着生狼宝宝。是那个吗？青雨的朋友。谁？好想知道。说答案。不知道的太阳気にするように日本はそう。最近結婚ラッシュというか、なんかね、先日友達でも結婚した人いた。だからいい日なのかなと思って。いや、結婚かと思って。真的？哇，恭喜他！哦，好早哦。他现在几岁？一定比我年轻，对不对？哎呦，羡慕哦，恭喜！你刚刚是不是想说好好哦？对啊，哦，比你小一岁是吗？是吗？是哦，那好像哦，恭喜！我以为跟青云同岁。啊，好哦，
恭喜，真的很恭喜。我前几天呢，我跟朋友，就是同届但比我的哦，了解。刚刚的偷笑是怎么回事？我很羡慕啊。前几天我跟朋友一起吃饭的时候啊，就有聊到结婚，算是结婚嘛，就是有聊到这个部分。对，他说这个年龄，这现在谈恋爱跟以前谈恋爱哪里有不同的地方啊什么的。现在晚婚很正常，是没错啦。然后就是目前跟我比较好的那一圈只有一个人结婚，对，他很早就结婚，也没有啦，他二十六结婚，对。然后这几天很多人结婚，就是所以我们刚好就聊到这个话题，对。现在谈恋爱就是素食主义，反正就是每个人想都不太一样，对呀。就是有一个朋友说，他现在谈恋爱已经就是没有一直那种 doki doki 的感觉。下个星期我谈个结婚，男生40，女生34，哦，差6岁哦，哦，对呀、啊，所以我们在讨论是不是我们年龄越大，已经没有 doki 已经快没有 doki doki 的那种感觉，可能他比较没有恋爱脑吧，其实我也不太知道，还是他这么早就找到可以 doki doki 也可以。很适合结婚的男生，还是他，对，也有可能不是恋爱脑，也有可能觉得，就是能结婚就早点结婚那种，我也不知道哎，失去心动的能力了。但我目前看发现，恋爱经验比较丰富的人，还没结婚，比较少的人都是先结婚，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的朋友啦，其他人我不知道。现在要兼顾面包跟爱情真的好难。嗯，但我不知道是不是，我也不知道。就是因为经验少会选择错误哦，是这样吗？因为恋爱丰富的人不敢结婚。谢谢海豹送我 红玫瑰。没有经验的才就结婚了，我都习惯先上车后补票。我也不知道，还是他们觉得自己应该不会再找到比对方更好的人，所以想要赶快结婚，还是不知道哎、欸。因为我朋友目前在想到底要不要结婚的人是，他觉得。他觉得他结婚了就没办法再有那个 doki doki 的感觉，对。doki dok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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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oki， 君の愛は好きだけ。若凯有没有听过“相爱容易相处难”？啊，我没听过，笑死，还怀念。所以友達と。そのもうこの年になったらドキドキする恋愛はできないのかっていう話をしてました。所以就不认识卢卡的，遇不到更好的人怎么办啊？对，突然想到ド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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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谈恋爱跟结婚完全是两回事，对。对啊，结婚的，我个人觉得结婚的坏处就是没办法再跟别的人谈恋爱，搞不好。有比他更好的人，搞不好，对啊，但是就是谈恋爱要先同居一阵子比较好。ドキドキな恋愛でしょ？いや、わかんない。私も最近もう全然ドキドキしてないから、この先できるのかっていうのと、ドキドキの延長でドキドキする人と結なんだろう。結婚に適してる人は一致するのかっていう人と、それがそういうの。还有刚刚突然想一直上跳起来，继
肌肉记忆还在。对了，你没有跳过。那假结婚可以再离婚呢？可离婚很麻烦啊，感觉结婚之后会有一股责任感跟被限制的感觉，一定有啊。对啊，雨生，对啊，雨生都离婚了，可是那他们情况就不太一样，他们是因为身边的人 ，mascomi 啊什么，他们一直骚扰他们。结婚跟离婚被别人闲话。啊，それそれ結婚とかお金とかいろいろ考えたらドキドキな結婚は無理だと思う。そうですさ、私の周りにめっちゃ早く結婚してる人はもうどっちなんだろうと思って、もうドキドキする人と、なんだろう、一緒にいて居心地がいいなっていう人がたまたま一致してそのまま結婚したのか、あと顔が好きなタイプとか、そういう人がもう一緒に見つかってたのか、それともそもそもそこに関してそんなに重要視してなくて、まあ結婚するなら早い方がいいよねって感じしたのか、とかなんかちょっとね、ね。離婚に可以分一半財产。ドキドキ的若さ勢いもだと思う。なるほどね。現実を見ちゃダメよ。雨生最近很难闹，他老婆跑出来说，哦，真的，前妻才对。最近看到好多离婚的新闻。嗯，就有点想，就是呢，我个人觉得啦 ，doki doki， 对对方 doki doki 的那种感觉，嗯，到底是什么？为什么会对方 doki doki？ 是因为喜欢他吗？我不知道哎，我个人觉得喜欢有两种，一个是跟对方，一个是就真的单纯喜欢他，然后第二个是。喜欢跟他相处的自己的那种感觉，懂吗？我不知道哎，就是哦，我发现跟他相处就觉得哦好舒服哦的那种喜欢。嗯，我个人觉得如果要结婚的话，我可能觉得选后面的比较好，但是嗯，好难。喜欢跟他在一起的时候，感觉算能理解，总不会看一眼就决定照顾他一辈子，在一起会很自在，对，没错。然后第一种就可能就是喜欢他的外表，喜欢他的脸，然后也喜欢，就真的直接冲进的那种感觉，对。不知道，就是真的有一种啊，我已经恋爱了，爱上他了的那种感觉。我对卢卡大概就是这样。那很容易挖话吧，应该不，那是对方喜欢你，假如对方也喜欢你，然后真的在一起了，我不知道，但是适不适合结婚就不好说，就是有没有好好相处就先不要讲。ドキドキするぞ2024。一开始一定是外表证明办法，但后面要相处后才知道。那我想问你们，你们第一届女朋友的脸是你们很喜欢的，是你们喜欢的脸吗？是 type 的脸吗？不一定，对不对？我先走了啊，不要。不是吧？不是啊，是哦。如果是是的话很好，但是我相信一半以上应该不是，不一定对不对？哦，是哦，哦，那很好，好羡慕哦。如果对、啊，最好是能这样的人可以结婚啦，对。然后还如果相处上也很不错，那就是很好了，就是刚好找到外表喜欢的，然后。也很好相处的人。这个话题可以先下去。简直啊，真是越看越女朋友太漂亮，我会很担心。哦，这个我没有聊过，就是对方说如果男朋友我的朋友说如果自己男朋友太帅反而会很担心这样。何人かの人の結婚生活を考えた時絶対うまくいかないと思うことたまにある。そうなのよね、わかる、その気持ち。我还是觉得个性比较重要，对，但是个性，就算你找到个性很好，你可能不会 doki doki 哦，就是因为你外表不是你自己喜欢对方的，对，
长相性格都符合的，肯定要单身一辈子。所以一定要二选一吗？可是这样就很难哎、欸啊，不是很难，这样就很不知道哎、欸。新美人不美不行吗？也不是不行啊，但是你能对他 doki doki 吗？就是有一种哇，我已经对他恋爱的那种感觉。完美的人只有在梦里有，对啊，所以有些人就是不一定在梦里，有些人可能有真正的老婆，但是他都会跟自己会 doki doki 的女生什么，就是懂啊，就是有爱人啊什么的，对对对。换个想法说，男朋友长得丑还会劈腿，心会更难受。Doki Doki 是来交往，不是结婚。可是不能结婚之后 Doki Doki 吗？心动不能当饭吃，小三对啊，新鲜感的问题。所以你们，所以盛源觉得 Doki Doki 是新鲜感吗？我觉得胖陪伴耐心话比较重要。正月ちょうど何？なんとか一つは見てから思うことたくさんある。あ、わかんないかも。ごめんなさい。ドラマかな。啊，你觉得是新鲜感？我个人以为是，我自己以为是外表，但我不确定，因为我也好久没有 doki doki 了。心动的感觉就需要生活上的刺激啊、哦，生活上刺激哦，可以理解。你也就不会 doki doki 了。但我个人觉得，如果是对方的外表自己喜欢的话，可能不会，可能会一直 doki doki。外表会习惯，真的吗？不知道哎、欸。就是啊，对，这是我另外一个朋友结婚的朋友，他有跟我们说，他很喜欢他老公的脸。对，我听了就觉得哇，好羡慕。会，你不可能会心动，对啊。但是喜欢对方的脸这种事情，真的是一件很让人羡慕的事情。对，问题是法律就不允许我跟外表喜欢的结婚，因为人会老啊，是没错啦。但是我不知道，因为我说实话，我目前喜欢过的男生，他们的外表不一定是超好看的。我要讲，就是当然也有超级喜欢外表的人也是有，但是不一定。有些人就觉得哦，相跟他相处好好，就是好开心哦。不管我讲了什么，他都会把我讲话的更好笑的，会给我更好笑的回复什么。然后有喜欢过对方也是有，对，但他的外表就不是我很喜欢这样。所以我个人觉得喜欢有两种，但每个人可能。对，确实不太一样。那你就挑整体感觉，外表好看不一定相处。没错，就这样很难，对不对？外表好看，然后更好相处的人要找到，而且对方也不一定会喜欢我嘛。这样就好难哦。所以我现在想说，这么早结婚的人，都是能找到这么好的对象，还是就觉得已经不需要 doki doki 的感觉。思うけど最近女の子が結婚したくて男はまあ嫌じゃないから結婚してるパターン多い気がする。逆は聞かない。ほう。そうかもね。でも男性も年齢によるかなんかね。私の周りでもう男性側はずっと結婚しよう結婚しようって言ってたパターンは男性の年齢がめちゃめちゃ高くて女の子はそうでもないっていうパターンかな。很多日本女性会跟搞笑艺人结婚，我个人觉得相处比较重要，不可能什么都完美，这样的人应该早就被抢走了。但其实外表好看的，一般人也会太难相处。其实不一定好看，至少要自己喜欢的类型，对，自己喜欢的不一定是好看，对不对？啊，自己喜欢的脸不一定是好看的，对。是男人都会喜欢卢卡吧？啊、哦，真的吗？是吗？我怎么？结婚是冲动，
婚后是修养跟生活习惯的美和，一定都是帅哥。感觉越路卡越难越嫁出去的眼光好高，也不是啊，也不是，没有，我就很难，我也好想要 dok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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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imi no ai 吧。你看人生在心中也想算接近完美吧，太离婚了，没有就是喜欢好看，不一定啊。你们就是现在是我对韩国男团那种帅哥就还好。虽然他们我个人觉得很帅，但是能不能真的喜欢他们也就不好说，对，就是不一样。对，如果我也想比较多吧，你是只想要心动的感觉而已吗？当然是相处，最好是要心动的感觉跟好好相处，就是个性相处的都不错什么的。我之前都会希望女朋友出门不要打扮太好看的样子，只有我能看见。看个人感觉吧。看来 Luca 只能嫁给云霄飞车，整天 doki doki。まず見た目をクリーナーしないとドキドキステージ突入しないからな。そういうことなのかな。わかんないけど。でもさっきある人がドキドキは見た目なんか見た目の好きというより新鮮かなんていうの。新鮮さだよって言って。いう人がいて、確かにそれはちょっとわかるかもしれないと思って。だからその全然顔がタイプじゃない人にもドキドキすることって昔はあったのよ。それで好きになった相手とかもいて、そういう人はその確かに新鮮さからなのかなと思って。でもその辺もちょっとよくわかんない。超皮的你太疼心。我喜欢的男生已经结婚了。我以前喜欢的男生也结婚了，那可能要嫁给 AI， 对，そうなのよね。だからそう、新鲜感对。但是这件事情我突然觉得理解，就是我以前虽然他的脸不是我的菜，但是我有喜欢过他，然后喜欢的时候至少有那个 doki doki 的感觉嘛，搞不好是因为新鲜感，就是这个感觉是什么？我第一次感觉到，难道是喜欢吗？那种 doki doki， 对，但不是喜欢上对方的外表，就是该怎么讲？我以前喜欢的女生也结婚了，我还去喝喜酒。喜欢你的男生都还没结婚哦。结婚还好，我以前喜欢过的对象都生两个了，啊，虽然我也不是，我已经没有喜欢他了，但是我突然听到对他，对，如果我突然听到他变成爸爸了，我也可能会，啊，对，有可能，哇，听起来好渣，是我，你说我吗？就是热恋期的浪漫，这就是喜欢丑男的感觉吗？女生相对男生是不是比较不在意外表？有可能，对。但是这种就已经变成第二个的喜欢。我刚刚讲的就是相处，跟他相处很开心的喜欢，再变成别人的爸爸了。没有，就是虽然我没有，我太久没有 doki doki， 但是我跟我朋友讲的时候，就是假装我很懂啊，对啊，对啊，那没错没错，笑死！其实全部都是听我朋友的，他们也知道我现在的状况，就是，好好笑。单身人反而是看得最透彻，对，强颜欢笑，对对对对对。所以吧，今天我私の誕生日です。祝你生日快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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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阿德三生日快乐。对啊，七号对不对？我知道。今天就能开播了。我记得之前好像是因为公演。还是公演前一天彩排，就没办法开直播，
生日快乐，南风。看一下啊、哦，谢谢奥比丸的因为爱你，果然是日本人，假装恋爱经验丰富。他们知道我没有丰富吧？但是我不知道，就是反正就是，我就跟他们说啊，对啊，对啊，我也好久没有doki doki哦，好羡慕啊、哦、那个。那你现在对男朋友doki doki吗？啊，哦，原来是这样哦。爱大鱼来哟！教练是不下场比赛哦，所以我是教练吗？好笑。对啊，反正就对，反正但是我之后搞不好会，对啊，搞不好会 doki doki 嘛，但是我不知道哎、欸，就想问一下，为什么变成台湾大凡的聊天方式？年纪越大，看的东西越来越不会心动。嗯，对，然后我有一个朋友，她男朋友就。他外表就真的不是非常好看的，对，但他们在一起很久，也在考虑结婚，所以我在想，我那时候就是讲说，那他是不是他本身是不是就是不太需要 doki doki 的人？然后我的朋友说，哦，没有啦，他对 doki doki 的方向就是往，就是日本那种男帅帅的男演员那边，对，就是他现在有自己的推，所以他可以分开 doki doki 的感觉跟就是相处很好那种喜欢，就是可以两边都满足这样。我想说哦，了解，这样听我就可以理解，但我也不是很容易有自己的。推啦，对，我现在已经没有了。对啊，所以想说，搞不好现在早一点结婚的也是这样，他有自己的推，或是可能他喜欢偶像男偶像啊，或是喜欢男演员，就是可以一直不断的 doki doki， 但是他老公还是有自己的老公或是男朋友，就是相处上那种。相处上的很好，就是这边可以，反正都可以那种补助，好难。不同阶段的心态是会变化，生理跟心理都满足。对对对对对，应该是这样说。这样的人蛮多的，对啊。但如果假如我有男朋友的话，我希望全部都在同一个人上。如果自己的推是自己的男朋友，那多好。而且想说对方男朋友一定会说，你为什么对他花那么多钱，不对我花那么多钱什么的。这只有梦里有，所以他老公也有自己 doki doki 的对象吗？哎，应该没有。我推的偶像是我的老婆，醒醒。哭。因为你不用花钱就可以握手，但推也不一定好相处，所以我想要找到很好相处的自己的推，但是不是很难？我也觉得自己的推是自己的女朋友多好。卢卡，我们交完吧。啊，被告白了。有听说别人的妈妈因为是喜欢木村，所以讨厌光藤静香。我妈就是这样，我妈就是这样。啊，好笑！我妈超爱木村，她是木村的粉丝，所以超级讨厌工藤静香。笑着自称木村太太。我小朋友幼稚园的时候，我妈每天都，也不是每天啊，偶尔会给我们听故事，对。然后有时候听他自己编的故事，就是木村跟他结婚的故事。我们那时候没有想太多，但是现在觉得好，还蛮好笑的。这样有问题吗？讨厌新演员是男生的义务，对对，就是那种感觉。笑死耶！我有个阿姨也是。
我喜欢风间，所以很讨厌他老婆，但我也不知道他老婆是谁。雅姐，这是童话故事，没错。跟你，那你跟妈妈说，现在金门有一位木村，问问看他女儿要不要跟他结婚。金门的木村是谁呀、啊？但我说实话，我妈感觉就是，我妈小时候，不是小时候，对不起，我妈感觉就是有一种很喜欢我爸的外表那种感觉，对，对啊，我爸跟我妈有没有好好相处，我就不知道了，好像还好。对，有我妈应该是有一种我真的喜欢对方，我就结婚那种感觉，也是从外表开始。对，这算卡奇坤。对啊，对啊。ラブラブあでもね、わかどうなんだろう。仲が良かったかって言われるとどうなんだろうなって感じだけど。可能有后悔过吗？这个可能要问一下。我也会煮饭，然后也喜欢晒太阳，其他部分不像。哪里？你想晒太阳？但两人相处有摩擦跟吵架是最正常的事情啊、哦。对呀、啊。但我妈跟我爸吵架，感觉都是我爸，就是我有一种我妈妥协的感觉。感觉就是我爸在凶我妈的那种，虽然我妈也很凶，但是她不会对我爸凶。你看，你跟卡妹几乎每天都有摩擦，那这是她的问题呀、啊。哪有人说砸就直接说吵死的？真的，哎，这谁不会生气？我也看过完全不会吵架的夫妻，超猛，对，是蛮厉害的。大男人那个啊、哦，对我爸超级大男人。所以我每次都在想，我未来要结婚绝对不能选跟我爸个性很像的人。然后我讲这件事情，我妈就跟我说，你爸好可怜哦。吵死了，真的很好笑，一定是卡妹的问题啊。对啊，要示范一下，卢卡早安，不是那种。对，真是这样，一定不是卢卡的问题，我闹发言。下次我也说过一样的话。外表我可以接受，我像我爸的，但是个性真的不行。个性我一定要找暖男人。对，我真的以为，我真的以为，就是小时候以为全世界的男生都是，全世界的爸爸都跟我爸很像，但是我长大之后发现，你们家的爸爸这么贴心哦的那种。什么是软暖人？不是软暖。并没有，对，就是发现我原来我爸是偏凶的那种。谢谢阿大赏的告白气球。各种类型都有啊，对啊，会不会爸爸比较日本习惯？付き合って結婚してみないとその辺分からないよね。いやでもうちのお父さんは多分もともとそういう性格だったと思うよ。結婚してから変わったというよりは、そう、その大男人って感じ。その这样有吗？要找能包容自己个性的人吗？当然最好是这样，对。后九州男児，所以違う。お父さんは九州男児じゃないんです。お父さんは神戸で育てたんですけど、九州のお父さんに育てられてたからっていうの。以前听说日韩有比较重的大男人主义。对啊，现在应该还好。我身边的男生也没有像我爸那么凶的人啊，还是有啦，但不多。现在还是有，
そうね。好想知道我爸的 MBTI。台湾反而大男人主义的快绝种了。我不知道，是因为台湾可能是因为台湾的女生太强了，所以男生没办法变成大男人。听说婚后会变一个样啊、可能有些人会变、可能结婚前很温柔，但是一结婚就发现，哎、欸，茶，帮我倒茶。我们这是尊重，有些同居的时候变了，但我相信女生应该也会这样，可能同居之后发现，对方怎么这么不爱打扫啊什么的，老婆好可怕。卢卡好久不见，晚上好，嗨哟，有些粉丝久了也会变啊，更何况男朋友，露出真面目，日本人是不是通常比较凶？应该是日本长辈造成那时候的人可能比较凶。老婆怎么可以不洗澡就弹窗？好，破灭，这就是为什么我不交女友。要看人啦，对啦，要看人啦。但我相信你们应该都有看过上台的我、握手会的我、然后在家里直播的我都有看过，应该没有更不好的。卡爸的 MBTI 先猜 FUME， 那什么通通？对，卢卡可以不洗澡就坦诚，那我们是当朋友就好了。我们的船离开就好了。还是你想要跟老婆一起睡的那种？我啊，说实话，我妈跟我爸一直都是分开睡，是因为我爸的打呼声太大声。但这些就是全部你的吗？最不好的是什么时候？最不好的搞不好是现在哦，就是骂碰奖的时候。碰奖不行，那本家。会打呼的我不行，一阵一定要洗澡才能弹床。卢卡是怎么跟他当朋友？哦，对，所以我去他房间的时候，我说我可以不用洗澡，他说不行，一定要洗。我说我今天没有那个，我今天没有流汗，感觉可以不用洗头什么的。然后一阵说，还是可以洗一下。我说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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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可以。谢谢雷军的告白气球。不行，我们就绝交。我还有洗啊，对啊。我讲，可以的。你直接躺下去，可能就绝交了。对啊，可是他对床的概念跟我不太一样。他只有睡觉的时候才会去他睡觉的地方，然后他的房间。除了床以外，几乎什么都没有。对，所以我们那我去怡珍家的时候，我们跟他玩一玩啊，聊天都是在客厅。对，但我很少在客厅。我如果在我家的话，我很少在客厅。但是你有先问还好，对，没洗澡会留下痕迹。我有一个。臭直男朋友，他也要洗澡才能弹床，结果有女生去他房间，只能只给女生坐地上。哇，了解。有些人说女朋友 OK 什么的，臭直男朋友，臭直男朋友，了解。对啊，这样女生可能就有点不太开心吧。原来 echo 对对，先把对方塞进浴室啊，臭子男朋友。不要乱逗号，我这个人的原则很简单，卢卡等于例外。
对，我好想问，我好想问海牛哦，你是哪一种？还是两种都有？希望两种都是。Doki dok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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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oki, give me the eye, but it's good, the good, I get it, the good, the good. 好了，其实快两个小时了，我要关播了。他没有听前面，不知道在说什么吧？哦，对呀、啊，哪一个两种？没有，刚刚我知道你最近发生，很。恭喜恭喜的事情，卢卡说一下选项。没有，我们前面啊，就是我们刚刚都在讨论，没应该说前几天我在日本的时候，我跟朋友在讨论那种，对，就是结婚之后。可以 doki doki 吗？这样啊，或是喜欢现在喜欢对方还可以 doki doki 这样的感觉吗？这样，对，身份改变，对对对对对。然后我刚刚说我的理想是，我结婚的理想是可以对他心动，一直心动，但也希望可以一直相处。跟他相处的很好，这样，但对对，但是目前被大家说应该没办法。如果我在追求这个部分的话，我可能一辈子是单身这样，对，所以可能要二选一，但是真的没办法，真的只能二选一吗？这样现实因素很多了，嗯，现实因素，嗯，对。就是不知道哎，就是喜欢对方不一定是喜欢对方的脸。然后我刚刚在想，那 doki doki 这个心动的感觉是什么？只是因为爱上对方的那个外表，所以才会一直看到，就觉得哦，好帅啊，好喜欢啊 ，doki doki。还是有人刚刚说那个 doki doki 其实是新鲜感。嗯，好难的，有了记录跟中乐透差不多高，其实两个都可以有啊，所以你都是找到两个相，好羡慕哦。对，我也希望两个都有啊，就是自己喜欢的外表不一定是帅，对不对？就是就算对方别人可能觉得他很丑，但是也有可能是我自己很喜欢的 type 类型。对吧？刚刚才看到卢卡让主画面，写着来自金门。我最近结婚的朋友说，他是喜欢对方的，他真的很喜欢对方的外表这样。然后我听到就觉得好羡慕，因为我之前喜欢过的男生不一定是他的外表，不一定是我自己喜欢的类型，对。Doki Doki 不只是外表，还有对你的温柔也会。哦，了解。温柔也会 Doki Doki 哦。嗯，因为我太久没有 Doki Doki 了，所以我是没有，我目前没有感觉过对别人对我很温柔，然后 Doki Doki。温柔会觉得哦，会疗愈吗？疗愈或是哦放轻松那种感觉是有，但是 doki doki 是那种啊、哦、好恋爱哦，好喜欢哦那种，哇学长好帅哦的那种 doki doki， 有一点像学生的时候喜欢上对方的那种感觉。如果可能是外表派系的，我也不知道啊。不知道啊，但是没有个性是最重要，但是不一定会 doki doki 而已。我想说，结婚了之后，是不是真的不能在这辈子，是不是一直都不能 doki doki 吗？这样能够互相
务实包容提升成长，所以卢卡的外貌协会的，看我可爱一点，哎呀的，我决定，我决定今天让你 doki doki， 看我可爱一点，呀的，学长的沙丘好帅，对吗？学长的沙丘好帅哇，得分了，得分了，可不可以让我做你女友，像一般紧你的心？我长大之后就是已经没有那种 doki doki 了。学生的时候真的比较偏重视外表，对对对，真的，所以我们长大之后真的再也没办法感受到那个 doki doki 吗？结婚后还是要仪式感，有机会继续心动。结婚之后你还是可以对明星 doki doki， 对，如果能男明星 doki doki 就好，但我不一定能，我不一定可以。在讨论互相都喜欢的事情，很棒。嗯，这球赛不能够没有你的加油。帅的我，帅的我们脸红红 ，you you 对我，我好想要把脸红红给我，我真的，我已经十几年没有吧。以前 Hiroshi 上也会寻找 Doki Doki， 哦，对啊，前阵子的事情啊，所以他才会那个啊出柜，不是出柜，对不起，所以他才会就是。偷偷跟小三，对对对对对，然后他最后跟小三结婚了，哇，真的，对啊，他们就是结婚后又寻找了那些 doki doki 刺激，也可以说新鲜感，对，然后之后就是搞了闹，很闹很闹。社团课戏剧社 Ruka 比较喜欢哪一组？其实我都觉得还好，都不是我很喜欢的那种。对，我比较想要更刺激，那是学生时代才体验得到的，所以我们现在长大了就不能再体验到吗？啊，那是 Donkey， 那是荷尔蒙的关系哦，真的哦。还是因为青春期的激素，所以真的是年龄的关系吗？我们年龄大了之后就没办法，所以就是，就是不要追求这个部分，是不是比较好？对，年纪大的话，我们没有年轻时那么旺盛。だからみんな浮気するのか？そう、そう、多分そうだと思う。屁洞之类的吗？屁洞我不喜欢，我比较想要就是，在这边不能讲。我觉得可以优先找合得来的 ，Doki Doki 外表可以自己帮对方创作。哦，了解。但如果不是自己的行会很像性骚扰，大人的世界太复杂了啊，屁洞卡。那请问一下，卢卡老师。女生闻到狂野之心会心动吗？不会，我是不会啦。对，看人，没关系，讲出来不行啦，还没十一点呢。啊，对，我们还有讨论，希望男朋友怎么对你那个求婚？对，对，求婚方式什么的，我们真的认真思考。笑死！然后有些人，然后有人说：“你们希望这样吗？啪咔这样吗？或是什么男生？你们希望男生跪在地板上吗？什么？我们真的认真讨论。虽然我还没有对象，但是我们真的认真讨论。他们都有男朋友，他们都有男对，他们真的都有男朋友，但是我没有。然后我就说：哦，对啊，我也希望这样的。”只有我一个人就是想象中的那种，然后跟大家聊天。宝贝球戒指，迪士尼可以吗？这里应该都成年。卢卡要买单脚柜吗？在旁边喊嫁给他，嫁给他。对，其实这个真的要看人，有人是希望他的朋友都在身边，然后就哇帮他庆祝，然后有些人希望是两个人，然后我个人是希望两个人，对，就大家聊一下。刘佳呢？我说，我妈，在饭店的阳台吧，这我都乱讲。但
说实话，我还没，我从来其实没有想过这样。我也觉得两个人就好了，爱人不希望有朋友在旁边吧？没有就很丢脸啊！我就是什么路人突然跳起来，然后自己的男朋友带那个玫瑰花，然后戒指啊，这样走出来什么？如果女生不想结婚怎么办？那对方很会安排，对，我想要我，因为我比较敏感，所以我可能一定会知道啊，他是不是今天要跟我求婚什么的，所以我比较想要啊，真的竟然是今天的那种感觉，但不希望在那种麦当劳啊那种，我不是想要是那种惊讶，就是你愿意每天早上为我煮面。味噌汤吗？其实男生只是蛮携带，女生都会有一种第六感。对对对，没错没错。所以我想说，我跟朋友讲是这样，希望是饭店的阳台，不是饭店里面一进来就是已经安排好什么玫瑰，然后床上有戒指，不是这样。我想要的是，可能是阳台吧，然后可能男生勾我的肩膀，然后不是突然跪了这样，是这样，就是一边这样，然后这样，就是很顺的那种。然后我想说，竟然是戒指的，就是完全不会让我察觉到第六感的那种。教一下我要怎么预判女人的第六感，这个我也不知道，好像。那个麻烦剪一下金额，谢谢。未来要学，你这场景我怎么觉得有点尬，是吗？陆卡哪天有空我订一下旅馆。很霸气总裁的剧情，要高级饭店才会有阳台，而且风景要好看。哦，对啊，是没错。所以我想一下，还是山上也可以，但是旁边绝对不能有人。如果旁边有人，我会觉得哦，别人在看了，不要了，不要跪了啦！我有的那种感觉会这样。还好啦，一晚5000以上都有阳台，这还有精华我都记起来，感觉像少女漫画的桥段。そう、あとね、結婚してくださいじゃなくて結婚しよっかぐらいのあんな感じがいいかな。もうね、できればスマートに私の第六感が働かないうちにパッとしてほしい。现在感觉很恐怖，是吗？就是夜景看起来很漂亮那种。露卡会想要记录当下吗？用我脑海记录就好，然后最后拍照就好。没有，我们认真思考过，但是这是我27岁的露卡，搞不好30岁的露卡的想法会不一样。然后我的朋友是说，可以在家里就做饭的时候，突然男生说。想要结婚那种求婚，可是不知道哎，在家里求婚，就是每个人都不太一样。やっぱり勢いで押し切るのが大事っぽい。いやでもなんかの、なんだろうその、わあなんかなんだろう私なんで、ね、あのね、あ頑張ってるなって私に思わせないでほしい。なんか結婚してください手がプルプル震えてるとかああ頑張ってるなとかいっぱい準備してくれたんだなとか考えるとなんかね冷静に多分私冷静になっちゃうの逆にだからもう本当にスマートにやってほしいスッとこのタイミングでみたいな確かにいい雰囲気だけどみたいな是蛋糕咬到戒指会分手吗啊这个不要そう因为如果对方准备太久那种可能会，我反而会觉得很冷静，就对。那求婚前长篇故事可以吗？啊，我不要，我是不要。对，但是有些人可能比较想听，说刘佳，我第一次见到你的时候，什么虽然是什么，虽然我觉得一开始觉得你很凶，但是怎样，然后没想到相处之后就是怎样，然后我们现在就是怎样，对，有些人可能会喜欢这样，但我不知道哎，要看情况。对，为什么一开始很凶？
可能感谢你在啊，感谢可以，感谢可以。对，但是那个通常男生在讲故事的时候，女生已经有那个准备嘛？啊、哦，等一下会被求婚了那种，就是不希望有那个第六感。对，结论：卢卡想要突袭那课题，就是要逃过卢卡的第六感。居然是从那么前面开始讲，我不知道，我从来没有被求婚过。对，女生哦，不客气，对我一定会在，我一定会变成冷静。嗯，好，嗯，等一下被求婚了啊。我应该要答应吗？啊，原来准备这么久，然后所以今天的餐厅也是，原来是为了求婚，然后就是我会想很多，这样反而会压抑吧。但如果是想拒绝求婚呢？啊，想拒绝应该会好好拒绝的，对，就是觉得嗯，应该不是现在那种。心里 OS 我该做什么反应的？对对对对对，没错没错，所以就是不希望让我变成冷静的那种感觉。对，没有，这是27岁的卢卡，未来搞不好会不一样。对，然后还讲到就是如果就是啪咔的戒指啪咔的时候，男生的时候就是在抖啊，或是。可能讲台词的时候不小心咬字啊，你会觉得怎么样？会觉得对方很可爱吗？还是反而会变冷静，觉得啊一点都不浪漫这样？那对这个就分两派了。有些女生会觉得，这样也很可爱啊，就是自己喜欢的女生，男生对自己就是感到对方的紧张的感觉，也有感到对方觉得好可爱这样。对，但如果有这种预感。感觉对方没求会怎么算啊？怎么想？哦，没求，有预感但没求，那就是我的预感是错的。那看来还是不要有故事。但是特别跟你说要去某个地方吃饭，都会猜出来吧？啊，对，有可能，有可能，对。还好是时间早晚问题，不是人的问题，就是要一个不知不觉人。那问卢卡怎么求婚成功率高？不要问我，我真的不知道，我从来没有被求婚过。那戒指被拒绝很尴尬的呀，可能就是求婚的地点或是求婚方法不行。如果希望男生求婚一次，女生可以跟男生说。再给你一次机会，可以这样吗？变冷静可能是不够爱他，我不知道哎，就是已经不会 doki doki 啊，可能就是觉得啊、哦，我现在要结婚了啊，所以我结婚了之后再没办法再 doki doki 的感觉哦啊，然后我就变成冷静，也是有可能，但我不知道，我也不知道爱他是什么样的感觉，那就是错觉，不卡不卡词。啊，不卡词，感觉对求婚很熟，所以要常常去漂亮的地方吃饭。紧张的时候真的会手抖，对。不然就在海岛船上求婚，为了不让卢卡猜出来，平时要去漂亮的餐厅吃饭。在大怒神山，不管怎么求婚都很刺激。结婚吧！啊、可以带感觉很尬，对方可能会冷掉。再给一次机会，等人答应。好吧，不然我们去富士吉的鬼屋求婚。对呀、啊，但如果自己很喜欢，但是求婚方法不是让你很满意，你们觉得怎么样比较好？对，然后戒指就喷了。他说可以用一样的戒指，场地再换一次，就是对方可能在。可能在好了，麦当劳好了，可能在麦当劳求婚。不过如果忘记 doki doki 的感觉，出国可能可以找回来哦。了解，请胆重来啊，独胆重来，再次机会，就先拒绝了。好难哦，麦当劳
求婚只满足你的惊喜感而已吧？对呀、啊。そういう意味だと一回目のデートはちゃんとしたお店がいいのかな。ああ、別にどうなんだろうね。在麦当劳会直接失败，麦当劳成功就不会再有机会了吧？好吧，换地点改日本的麦当劳。你说时间还没到，再让我考虑考虑。嗯，对，但有时候，就算是女生对男生求婚，也有可能会这样嘛。对啊，就是觉得男生觉得可能虽然喜欢你，但是现在不是想要结婚这样。但男生没感觉到可以分。デート未満のタイミングでちゃんとした店行くと思いじゃ難しい。まあ確かにそうね。まあでもいいんじゃない？結婚してから、あ、付き合ってからで。很多人在公園求婚呢。公園求婚。啊，絶対結婚しような那个吗？最多回忆的地方就是麦当劳，怎么办呢？那就把麦当劳的客人就是貸し切り，就是你要订麦当劳，就是把里面的客人全部都不在，只有那种店员。可是说实话，结婚是先有共识要结婚才会结婚吧？嗯，我也觉得这样比较好。一回目的 date 的いいだってなる。帮麦当劳很贵，那就不要在麦当劳求婚啊！刚刚有人说硬要在麦当劳求婚，那就不要了。摩天轮求婚很浪漫嘛？啊，摩天轮哦，啊，但搞不好女生的第六感会突然觉得，搞不好男生现在突然结婚啊求婚什么，包下来然后门口写古庆与小朋友的求婚拜的。マックのポテトに仕込んどく。いや、マックじゃなくていいでしょ。だったら家の方がいいよ。跟我想的一样。改肯德基。看来要出不才艺才行。啊。如果要选麦当劳的话，我觉得家里比较好。好了好了。我要关播了，大家。今天的第十名。第十名是博成，谢谢博成。第九名是阿豆莎，谢谢阿豆莎，生日快乐。第八名是 Happy Love， 谢谢小玉。第七名是雷军，谢谢雷根。第六名是哭江，谢谢哭江。第五名是社员，谢谢社员。第四名是可丽露克，谢谢露克。第三名是 M 先生，谢谢 M 先生。第二名是阿瑞，谢谢阿瑞。然后今天的第一名是强哥，谢谢强哥。好，剩八分钟了，好像我两个半小时关播好了，吃点心的时候到了。好啊，那我吃这个 Durs 的半熟巧克力。はい、ありがとう。今日はいろいろ勉強になりました。いやでも私も経験者でもないので、ただ単にそういうことを言ってる、あのね。真的好久没来看露卡了，有点抱歉。没事没事，恭喜海妞妞。祝你变成很幸福很幸福。谢谢关太的红包。可以开始聊黄牌了。不要啦不要啦。谢谢红包。发现里面只有五条耶。十一点了，可以把刚刚不能说的说出来，才不要。好可爱哦。嗯，好，超好吃，有点像半熟巧克力的那种感觉。什么五条？什么意思？什么意思？哦，你说巧克力五条？话说很久以前那个小小甜甜圈的话题可以成真了。小小甜，对呀、啊。之后希望有小小甜甜圈。对，婴儿口，爸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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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很甜吗？还不错，苦苦的，苦苦甜甜的感觉。一年后已经不在了吧？
搞不好还在，搞不好，但还不确定。可能不在 TP， 但是我可能还在当偶像，也是有可能。我搞不好变成地下妹妹啊，或是搞不好我当女仆啊，然后跳舞啊什么的，女仆咖啡厅的女仆，然后跳舞啊什么的，都是有可能。对，那可能这个月就有小小甜甜圈。这个月，等一下，等一下 ，Oh my god！ 哇这么快吗？小小甜甜圈一定是很可爱的，真的要恭喜一下，没错，期待，恭喜。真的有小小甜甜圈要喊露卡阿姨吗？可以，小小甜甜圈可以。谢谢阿比的香槟，其他人不行哦，只有他可以哦，所以我才不见那么久。了解，加油！谢谢露卡，谢谢大家，加油！啊，棒！真的很恭喜，我真的好感动。听海妞妞那么努力。我也要加油，我露卡也会加油的。おめでとう。看是摩羯座还是水瓶座了？不能跟小小甜甜圈一起喊阿姨吗？不行，只有小小甜甜圈可以。对，那海牛的。老公是甜甜圈吗？还是不是？我不认识的。这个月是摩羯座的几率比较大。我要带小小甜甜圈去看你的公演啊！好期待！对，因为是婴儿，就是不管哭了也没关系。他不是很可惜，没关系。还是喊姐姐。没关系，因为粉丝一定比婴儿大声。我相信婴儿哭了，可能我想到我会想啊，他、哦、那个小小甜甜圈在叫我这样。婴儿经常不会胖，也可以再长大一点点再来看我，不会被哭声吓到吗？那他要坐一个位置吗？我觉得会吓死，会哭整场吧，怕。啊，对，再大一点的，等你。其实最怕的应该是我，对吼，对，我觉得会被叔叔阿姨们吵到一直哭。他会想怎么有 Tiger 有 Fire 害怕，Tiger 没有怕，叫叫，好笑，也是。可是好期待哦！我现在播了几分钟呢？我现在最近一直都会有那个公告，完全看不到我到底播了几个小时，真的好不开心。懒懒怎么会变成这样？说不定他会窝台。对啊，爸爸，我推的孩子最好一出生就懂英文。我应该还有三分钟，好，神童。好，一天吃一个。那解释啊？那你们有做那个性别趴吗？就是性别趴啊？我知道性别趴是那种气球里面有粉色的纸条或是蓝色的纸条，然后啪，然后就哇。就知道，那不是西方人才会玩的东西哦？真的吗？我大学朋友都在玩那个蓝色或粉红色，对，我当时没有办哦，真的哦。
了解。对啊，西方人比较才会玩，然后也有常常看过不小心什么他儿子弄破那个气球。啊，对啊，是没错，有点花钱。台湾也很多人买，美国比较流行。台湾有人玩，有个影片出现蓝气球爸爸的脸超丑。哦，我知道，我知道，三胞胎的对不对？然后他本来就有儿子，然后好第一个啪，然后蓝色，然后爸爸就，然后第二个啪，然后又是蓝色，然后爸爸就这样，好好笑。然后第三个终于是粉红色，对，然后爸爸就很开心。气球直接飞走也超像，飞走还好啦，弄破就比较，对，比较不太好，就是已经爆雷的那种感觉。可以请有人准备气球哦，所以他们老婆跟老公都不知道，事先都不知道是不是，好，算了。我以为那种都是老公或老婆的其中一个人早就知道，宝宝是男生还是女生。应该说会是医生写信封交给负责店。哦，了解，可以叫医生不要说。有第二集看到那个影片，最后出粉红球真的好失望。没有啦，四个男生感觉会很可怕。很辛苦，对，对，虽然蛮可爱的。好啦，我的直播今天就到这里咯，谢谢大家，那就明天见。我明天直播一个半小时，嗯，好，一样8:30，男生宿舍妈妈会疯掉。好啦，晚安，拜拜，海妞加油。おやすみなさい。晚安。